就已经吃了，就剩这么点儿。今天刚买回来就吃了，就剩这么点儿。很甜，这个我觉得比那个红色的那个要甜。然后还买了这个，这个沙拉酱，感觉蘸蔬菜或者是放在炸鸡上都会好吃。然后还有这个 lacto free 的奶。放一点疯狂烧烤料就好了，一瓶这个果汁，买了这种去掉皮的五花肉，想要做蒜泥白肉。哦，竟然会有这种鲈鱼，而且还是处理干净的，去鳞然后去内脏，可以做鱼汤，也可以香煎鲈鱼吃。你要吗？来，还有一根细细的 stick。这个叶子长得像花一样。拼个凉菜。香哎，非常香。嗯，前两天在 Rover 上注册了一个账号，那就是专门帮人看狗 ，boarding 和 dog daycare， 还有 dog walking， 才开始两天，然后今天，哎，小狗呢？哦，吓我一跳，这狗怎么没了？然后今天就有人把这个小柯基送来了，然后帮他 daycare 两天，今天和明天。嗯，哇塞，太皮了这狗，如此的皮，你自己知道你很皮吗？来，多拉诺。好，知道了。他可能要磨牙。好了，松开。Let it go。你玩这个，
玩这个，玩这个，玩这个，啾啾啾，咬它，咬它。它咬那个瓷碗。佩服。这瓷碗咬不动，这瓷碗咬不动。咬这个象象，咬小象象。天哪！你看到了，你衣服，你不要弄我的样子。你衣服 ，annoying kid。快到了 ，OK。太 fancy 了 ，baby。弄得我们想吃这个，妈呀！不会憨憨，但是他会lay down了。我下午叫他lay down了。来，豌豆了。lay down。哎，他会憨了。Oh my god! You are so smart. No. 样子， okay. 太搞笑了。要不要止损，不适合刚开始要投资但是又很求稳
然后想要买基金，买那种指数型基金，如何去选基金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要卖掉的，在什么情况下是要加仓的，可以投一些相关性不大的基金，而且它每一张很短，